美男，型男，怪咖男，以热血来袭。今天，2013快乐男生全国66强见面会。更多未来偶像继续绽放光芒。对，接下来我有请的这一组呢，就是有故事有情感歌声里尽是传奇的熟男组。来，请看 VCR。 听我青春，青春就是现在。57号哈斯，41号魏帅，52号侯开亮，43号彭思桃，18号万鹏飞，63号张彦博，32号梁宇，忘记年龄，当生米煮成熟饭，有范熟男，更有爱。那是我烈烈思念，深深爱着的人啊。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能有牵挂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花开花落又是雨季，春天啊你在哪里？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曾经凋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流血，会记得这世界它曾经来过。是不是我都已经进去了？是不是比你们那个强吧啊？但是哎，我发现那个有一个人像混进来的，哎，就别看，就是你，就别看别人了，就是你。不对，他肯定是我们美男组的，是不是我派你来做卧底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对呀，你怎么可能在熟男组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也不知道啊？那熟男组的年纪都在30岁以上，那你多大？你说一下。其实我32岁。对，多少？32。啊，文心，你不是说你今年23吗？我们来对比一下。哎，我觉得反差最大的还不是大师兄和彦博。啊，是谁啊？留胡子这位帅哥。哎，帅哥，你今年不是40有余了吗？哈斯，哎，哈斯，你我40，不到。多少到底？20多。20多。啊！哎，我心里就平衡了。哎，你方便告诉大家你20几岁吗？20多一点，29。哎。张彦博跟哈斯对比一下好吗？对，对比一下，对比一下。一个32岁，一个29岁。我长得有点着急啊。再不老，我们就疯狂了。真的？你怎么保养的呀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是吃的清淡一点，还有就是每一天都开开心心，喜乐是最好的药啊。真的，他的眼神是清澈的，我觉得。没错。你肯定是那种不想事儿的人啊。对，而且基本上不想事的人才能永葆青春。这几位熟男啊，接下来都是我们现场各大媒体朋友的人了，又把他们交给你们了，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问。各位选手好，我是哈尔滨日报的记者，这个问题是问彭思桃的。因为通过男生学院可以发现你之前唱了多年的大排档，
那么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在2013年参加《快乐男生》这个节目？同时还有就是你想通过这个节目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？怎么说呢？因为现在有家了，有孩子了，以前在大排档的这些收入可能远远的不够，给我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，所以参加快篮目的就是出了名多挣点钱，为我的家，为我的孩子，让他明天的路会至少会比我实在特别有责任心的男人，实在实在，我喜欢有故事的男人是最帅的。对呀、OK， 咱们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咱们的有范型男子 啊，谢谢谢谢。不过说到底啊，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很平凡，但是来到这个舞台上就焕发了不一样的青春。他们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里面那个唱歌唱的最好的，是吧？对。听我青春，青春就是一句台词，我爱你。56号郑有丹，19号王博文，54号邱继亨，44号张立夫，22号张洋洋，59号万翔，4号阿克江阿依丁，24号王晶，66号则让楠木甲。爱上音乐，逆袭王子的粤语录。上面逆袭成功了，对，他们好像都是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是另外一份职业，比如说张立夫是石油工人，对，这上面还写了郑永丹是职业的酒吧服务生，张洋洋是雪景，哎，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可能就是不怎么起眼，但是在我们舞台上绝对是闪耀的。我想采访的是一个我的老乡啊，是东北小伙吧，王博文，是不是啊？我也是东北人，然后你其实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，对吗？对对对。然后我刚刚在化妆间的时候，刘烨还说，他对你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点，就是你比完赛之后，你给你爸打电话说：“爸，我晋级了，你看我让我唱歌吧。”然后你爸说了一句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说：“你回家好好跟你妈商量一下。”对，商量商量，商量出什么结果了？商量的话，他还是不太支持我唱歌，但是我觉得，我应该为我自己的梦想努力，所以那个把你爸爸电话给我，然后回头我给他打电话，让刘烨姐姐搞定他。对，我一定要把你留在我的舞台上。他肯定要摁掉你的电话，肯定要摁掉你的电话。为什么呢？态度这么坚决吗？因为他觉得我不适合唱歌，但是我来到这个舞台想证明给他看，也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不光乒乓球打得好，歌也可以唱得好。好，我们博文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些呢，可能是未来的巨星哦，就是说唱跳长得好集一身的都俱佳了，
跟你说，是驴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请看 VCR。听我青春，青春就是一场热热闹闹。37号，肖励志。58号，刘也。60号，吴阳楚。29号，薛来提。1号，黄博宇。热血，热舞，会跳舞的文艺青年，你敢来挑战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boys and girls, pay attention. We are Superboy, and this is Alex 肖励志 speaking. I will tell you what we got. 1, 2, 3, go! Come on!加快！Are you ready? Make some noise! Superboy, 刘也。Oh yeah! 另外两位 Superboy。你们是除了身体，除了头盖骨不会动之外，身体所有的关节都会动是吗？就好厉害啊！特别是、对，我觉得我是看到他好瘦，但是他动起来那个力度真的好大。没有，因为我特别羡慕跳舞跳得好的。来，刘也给师兄传授一下你跳舞的秘诀，他也想学。因为我跳舞的年那个舞龄比较长啊，舞龄、我跳舞大概有10年左右，然后这些都是靠练出来的。童子功。听清楚没，师哥，他的意思是你没戏了。我也没有打算练了。要从娃娃抓起。不过我还有个特别好奇的事儿，就是我当时看了那个海选嘛，你当时一开始其实进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信心的，之前呢还悄悄地说一声，有黑幕。那么你是有黑幕进来的吗？你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呀？没有，就是跟那个人在聊天，那个人说。那个，你觉得这个节目有黑幕吗？我说不知道，我说应该是导演组在选人吧，然后我就说一句我也不知道，就被那个剪进去了。那你觉得我们导演组选人公不公平？很公平，因为把我选进来了。对。好，也希望你有更好的表现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依然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各位媒体记者，举起你们的手来。哎，那位新疆的记者朋友很积极啊。今天怎样？你要包场是不是？啊，我想问一下居兰啊，对他的舞蹈很好奇，自己学的，还是说有经过比较系统的训练？没有，我跳 breaking 跳了已经5年了，一直有自己的队伍啊之类的都有。我的队伍的名叫 US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居兰。谢谢你。你还要问吗？不给你机会了，好吧，咱们有请武林高手。下去休息一会儿，谢谢。为快乐男生加油吧，要保湿衣被湿，欢迎参与短信互动，编辑你想说的话到10669880，抢到快乐编码2013，积德由衣被湿提供的深海凝萃寒热套装和新款智能手机。虽然你的组员很动感很帅啊，但是我的组员其实也能跟他们 PK 一下，他们走的是另外一种路线，大家们俗称他们叫做宅男，他们只是想要过另外一种生活而已。那有什么厉害的？
宅男？当然厉害了，宅男有很多杀手锏。对啊，就比如说现在宅男已经不是什么呆傻萌的代名词了，他们有可能是网络达人啊、游戏达人、音乐达人、生活达人等等等等。哎，梁田不愧是宅男女生啊，对他们真的很了解。是啊，好，因为宅男女生天天都在家。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宅男组的 VCR。听我青春，青春就是吃喝玩乐，宅和萌。47号，张颖。55号，麻衣聪。35号，左立。61号，徐畅。20号，李新豪。宅的是音乐，萌的是爱恋。面包宅男，面包、爱情和音乐。哇，这就是我的宅男组了。不过呢，接下来我还要给他们多出一道考题。就是大家也知道啊，我身边的这位女生呢，是大家公认的宅男女神。因为你们平时大家都认为你们不太会说话，那现在呢，我要让她站到你们的中间去。你们用什么各种方法来打动她，最后能牵手成功的那一个？哇，牵手成功，这个是一个什么节目？对不对？啊，这里不是我们约会吧？没有走错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能够牵手成功的那个啊，下去之后我会对他有更多的褒奖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有请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哒哒哒哒哒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。太阳公公出来了。你是女生。他对我要笑啊笑。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我爱你，快回答，我爱你。好，打住打住打住，这四位快起来起来起来，美女主持人拐走啊！对对对对，哦，好幸福啊！哎，什么感觉啊？就是有一种刚刚谁说的一直做梦不想醒的感觉来着。对，刚刚那四位唱的那么动情，对你各种，你怎么最后选的弹吉他的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说实话看起来就是很乖，但实际上他们的魅力啊。真的是大到不行，那四个围着我唱歌的人，我真的不知道选谁好，是无法选择，无法选择，我选择恐惧症，所以最后走出来那个还拿了一把乐器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他比其他人多一样东西吸引我。哦，所以大家记住了，所以我觉得梁田喜欢的是会弹吉他的男生。好，恭喜你们牵手成功，送爱琴海蜜月之旅，还有1000块钱。别啊！哎，我还是回到这个现场来。哎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吗？在他们当中？嗯，对，刘烨。其实还挺喜欢左立的，可是人家已经有女朋友啦。是的。啊。那哎，如果这样，左立，因为我们刘烨是个特别大胆的女生，如果刘烨跟你表白，你会怎么办呢？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表白只有一句话，我也会弹钢琴，我也会弹钢琴哦。左立，我这个太自然，这个还是有女朋友，这个原则问题。好男人啊，真的是好男人。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一直幸福下去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现场的各位媒体记者，来，有请工作人员递上话筒。大家好，我是精英网的记者。那么我想问左立两个问题，在以后的比赛中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，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？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粉丝剧增，你的女朋友有没有跟你表达过她的一些担心啊什么的？之后的比赛呢，暂时还是以弹唱为主，但是往后走的话会多少会有一些改变，一些突破给大家惊喜的。第二个问题，其实粉丝涨了上去没有太大影响啊，我们的生活还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这个宅男组的各位男生下去稍事休息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。下面我要请出的是有才的，
我跟你说，变着法儿夸自己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所谓郎才女貌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因为女生啊，对那种特别有才的男生是没有抵抗力的，嗯、是不是？嗯，其实这个比一切都重要。好期待、啊，好不好？咱们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下面他们要表演的节目呢，就是要把咱们一首再熟悉不过的《想唱就唱》，然后重新再改编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，咱们期待一下。听我青春，青春就是天才和怪才，全都有才。25号，鞠琪；10号，刘全全；11号，齐小龙；31号，李健宇；8号，宁桓宇；50号，耿琪；3号，李文豪；34号，白举纲；6号，赵玉晨。才华横溢，有才青年，热血快男。给我一双翅膀，就能靠近太阳。我会学着一个人成长，爱给我力量。梦想是神奇的营养，催促我开放。想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，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。想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，就算这个舞台多空旷，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吧。想唱就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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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唱就唱。One, two, three, go!双翅膀，我就能靠近太阳。我学着一个人成长，爱给我能量。梦想是神奇的力量，催促我开放。想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，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，至少我还欣赏。想唱就唱，要唱得响亮，就算这舞台多空旷，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吧。这首歌呀，当年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在电视机前看着我的师姐们比赛，然后到了2007年我就自己去比赛了。其实呢，我今天在这里呢，我想感谢所有来参加比赛的快乐男生们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把好的歌声，把所有的汗水努力都奉献给这个舞台，我觉得我们没有辜负青春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你们。好，你希望现场观众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快乐男生们。